录影。哦，那你就走好多久啊？好吗？啊？我们这样可以一起录。耶、yeah. 啊！好，我们现在在布拉格的犹太区，我要在面对面。好，今天晚天气如何？有一点凉，但还可以。有一点凉还可以，但我们都这么大背景，这边比较好看一点。好，有点凉。早上有没有吃饱？没有，不太好吃。不太好吃。好，那对布拉格的印象如何？还蛮漂亮的。啊？还蛮漂亮的。还蛮漂亮的哦。我们要过街了。啊？我们要走过街。我们要走过街了。哎，那红灯呢？哎。那么大家都在走。好，我们在布拉格的犹太区，我们闯红灯。然后大家都在闯红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在闯红灯。然后大家都停下来让我们。啊，然后他们那驾驶非常 nice， 也没有扒我们。可见得他们很容忍我们这种死观光客。这种死亚洲人。死亚洲人，他搞不好觉得我们是日本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的经济也是靠我们。哦，对啊，他想说他们贡献了不少，我们观光客贡献不少，这几天大概就花了大概有150欧左右，光我自己都花了快100欧。啊，不错不错，来，呜，这还没过来是不是？